常常说啊，远亲啊不如近邻啊，而且呢，我们也常常啊提倡着我们的社区啊，应该呢要多敦亲睦邻啊，不然的话，人生啊真是很无常，人总是会老啊。环境呢总是会变啊，有的人呢、啊、的确呢不只是没有近邻的亲，连远亲都没有。我们假如能在社区提倡敦亲睦邻，好好的照顾周围的孤苦无依人，这个社会呢就会亲和多了，每一个社区每一个邻里都能呢有互相照顾的，能恢复了过去我们的旧社会的那个时候的一种社区哈，这个亲情啊，我相信呢这才是真的我们要的人生。